去吃饭去，其实也没有准备好要录，就是看见今天的云真太漂亮了，特别特别壮观，就录一小段给大家看看，好不好？拉维加斯到这傍晚这种算是 golden hour 了，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后那边那云很多，哇塞，你看那里层层叠叠的，不知道手机能不能拍出来这效果？拍不出来。拍不出来哈。如果你调成那种，就是说远焦行吗？行。远焦可能效果更好一点，我觉得这种太宽了吧，有点就是不知道焦点在哪儿。好一点了，好一点，好一点哈，反正就这个效果吧，嗯，这个效果就这意思，看一看。对啊，觉得拉菲加斯其实挺适合晚上开着敞篷出来，然后放点音乐，在这种天气里开一台很舒服。对，这期我估计我连广告都不开了，因为我一开音乐会有版权。这个 BOSS 音响的效果还不错。因为我现在开着就是属于一个辅助驾驶，你看我根本就不是管他，所以就要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。只不过反正你要是时间长了，你不扶着方向盘在后方，也不是也可以，就是这样啊，跟着你就走了。等你搭一只手在这儿，脚也都不用管，你就能刹车高，他都会帮你让，就这意思，好吧？反正我们这不叫自动驾驶，我们叫辅助驾驶，好吧？那就这样吧，再看看风景和这期的到哪里。If the sky will follow me, she turned dark and full of clouds, and that old broken truth appears alone. 好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看我这车加一次油能跑多少？498现在能跑到498迈了，498英里。我是加完油，这已经跑了一两天了，你就知道我这个车，对吧？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一个人911燃油车，实际上我加一箱油的话，我说460都是保守的。我们经常就说，如果你不太激烈驾驶，能开到500迈了。所以你就想买一辆电动车，加出一次电只能开200，这种感觉是给你真的压力很大的。这种一箱油500迈，你喝进去之后，你那种心理是非常非常有安全感，好吧？那这期到这里吧。